艺人小 S 上个月生下小龙女之后，这调养身体一个多月，即将要复出了。这时候台北街头上却出现了小 S 应援团，成员有正妹也有快闪族，一起来看看。火辣美女一个接一个，穿着白色背心、超短热裤，在信义街头辣妹成群出现，民众个个看得目瞪口呆。装扮更令人惊讶的就是这群街头快闪族。S 回来了，没错。这群奇怪装扮的大学生在台北街头打完人肉拼图，九个看板拼凑出小 S 以及蔡康永的脸谱，为复出主持的小 S 加油打气。一起来凑热闹的还有小 S 艺人粉丝 Terry。看到你刚刚那舞蹈还满意吗？应该是会满意，但是怎么样，您都还是我心中的舞蹈女神。精彩的演出吸引许多民众围观，其中还藏着不少小 S 的忠实 fans。 妈妈会看，妈妈只要一看了就会不想转台。小朋友的爆料让一旁的妈妈很尴尬，小 S 复出有了这群婆婆妈妈和小朋友支持肯定，信心大增。真正陈建雄、张俊宇台北采访报道。